世纪啊，零四七四二九，啊，这个七四三。阿嬷，你在看发票有没有中奖哦？嘿啊，这老花眼对发票哦，实在是就假了呢。你可以用云端发票，就不用那么辛苦啦。啊，这是要怎么用啊？首先要下载统一发票的兑奖 APP， 接着打开 APP， 输入手机号码及 email， 然后输入自定验证码，点击取得一次性密码，输入一次性密码显示手机条码就可使用啦。再来设定领奖账户，点选系统设定，个人资料设定，输入验证码，再点选下方领奖资料，就享有24小时免出门的线上兑奖服务。最后点选载具归户，新增载具可将信用卡、会员卡等载具与手机条码绑定，就可集中管理各种载具所储存的云端发票。而且云端发票还提供专属奖项，比纸本发票的兑奖机会多一次哦。哦，这样方便，啊，你唔多进来搞我整，进来。